来喽，等一下。谁？是我。是谁？我是警察，开门。警察？我不认识警察。快点开门。好啦，来了啦。哎，你一个人吗？小丽有事，她不能来。她昨天跟我说今天可以来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小丽就说她有事不能来。奇怪了，她昨天跟我说的。那先请进好了。哦，好啊。哎，怎么还没有人来啊？现在还早，你要耐心一点。你不是说八点吗？现在几点啊？现在已经九点半了。九点半了？对啊，大家怎么还没有来啊？他们是不是忘记了？不会吧，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。你是不是说错时间了？哎，他们来了。你是？我是阿杰的朋友。哦，我知道。你是不是杨凯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跟我说过啊。他跟你说过？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叫杨凯。就这样？对，他只说过你的名字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你是？我是耀华的朋友。耀华？你不认识他吗？好像不认识，但是这名字很熟悉。没关系，我叫张婷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跟你聊天呢。我知道啊，我是说。你是说我在做什么工作，对吧？我在一个旅行社工作，我是帮人安排旅游行程的。也会帮他们订饭店。听起来很不错，这样是不是可以拿到比较便宜的机票？对啊，还有员工可以打折哦。哇，真好，那下次帮我规划旅游行程吧。好啊，交给我。你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吧？还好吧，就泰国、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美国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真的很爱旅游。对啊，可是都是因为工作去的。哦，那这样子应该很累吧？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我喜欢旅游。那你去过纽约吗？还没去过哎，你去过了吗？嗯，我姐姐在那里。很好啊，你是去玩吗？嗯，我是跟我家人一起去玩的。好玩吗？好玩，是一个很刺激的城市。嗯，我听说过了。那你去了时代广场了吗？嗯，去过了。可是没有待很久，人太多了。那边应该是纽约人最多的地方吧？嗯，好热闹哦。你还想去哪里旅行？嗯，好问题。如果不用考虑工作，可以自己旅行的话，你最想去哪个地方？那钱呢？都是不用钱的吗？对，都是免费的。一毛钱都不用。那我会想
环游世界。我是说一个地方啊。世界不是一个地方吗？也是，也是。我一直想去很多地方。你呢？你会去哪里？印度吧，我一直想去。我觉得那边的文化很深奥，很奇妙。我也觉得。可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自己去。很自由。我不太喜欢跟很多人去旅行，太麻烦了。那两个人一起去呢？好像还不错吧。几点了？已经11点多了。哇，好像是，我都没发现。你是不是要走了？对啊，已经太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好，你要怎么回去？我走路就可以了。你家就在附近吗？嗯，就在附近。我要走了，下次见。嗯，下次是什么时候？嗯，你说呢？后天。后天是星期几？星期一，对不对？嗯。星期一我有点忙。不然，星期二。星期二，好啊。那我们约星期二一起去逛街，好不好？好，星期二见哦，拜拜。大家都走了，现在又是我们两个了。啊，对呀。今天好玩吗？很好玩，很久没认识新朋友。你的意思是？认识新的女生朋友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说那个女生呢？哪个女生？那个穿黄色裙子的女生呢？谁？那个很好笑的女生呢？谁？那个跟你聊天聊很久的女生呢？哦，那个女生啊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女生呢？不然嘞？啊，很高兴认识她。